第二箱半价，姐妹们，看看叶家的这个全麦厚切吐司，这个箱姐妹们都吃过，真的是太划算太好吃了。这个是永乳全麦的，而且他家新上新的这个口味黑巧全麦厚切吐司，它里面是加的那个巧克力碎，哇，这个现在真的可火了。而且这个黑巧的这个克重哈，给您添加，它是95，然后全麦的这款是25克。把这个打开，现做现炸，它这个是真的超厚的这个吐司，看一下，厚厚的一个，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当两个去吃。这个早餐，那个它是真的是很优质，很适合大家的一个早餐。这个是里面是加了巧克力，而且它这个配料表真的是很干净。这一款全麦的这个大厚切，超厚一个，而且特别的软，软软的。这是巧克力的。嗯，看着吧，慢慢慢慢就超利嘴，而且一个也就200多大卡，减脂的都可以吃。它可以配个牛奶当早餐，上面也可加上番茄酱、辣椒酱，然后或者说加巧克力酱就都可以。我也来点不一样的，我们加点这个青椒酱来尝一尝。这青椒酱不是很辣，加点青椒酱，不一样的吃法。这个都可以给它一分为二，然后做汉堡吃，做三明治都可以，一分为二刚刚好。其实这一个是很厚的，哇，太好吃了！这是他家的新口味，这一口下去这个美味。还有巧克力的贝苦，还有蛋糕的那种香，还有青椒酱的那种青椒味，好吃。它这个一直都很火，早餐不知道吃什么，真的可以囤一下，真的很好吃。可以选口味，但是两箱都划算，第二箱半价。